给你，啊，请坐。今天要讲的，吼、哦，就是正确的台湾历史。台湾历史有正确无？中国人写的吼，免信。哦，中国人讲的话，爱信的吼、哦，听讲，迄、那个嘛会使食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的历史吼、哦。我爱予咱知影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著挑工去甲学出，吼、哦，啊，予咱予大家来了解，吼、哦。第一，晚清的时阵吼，伊占着台湾，伊个国土版图是偌大，就是即有彩色的所在，即一条啊，哦，一条啊，哦，这是1683年迄年。是西隆提出台湾，啊，这个所在哦，有开发的土地18000家，产甲远啦，啊，西隆甲7500家地落地下落去，好吧，安都好啊，伊安尼满足啊，哦，7500家，啊，都食迄14人嘛食袂完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伊的土地干那安尼，啊。有什么证明无？哦，咱若要去山地，要入去山区的时阵，拢爱经过一个叫做什么隘口啦，吼、哦，什么都是一个站啦，吼、哦，石牌啊啦，哦，像我代表有一个石牌啊，就是讲这是界线，这石牌啊是界线，内底是原住民的地区，哦，啊，这边是汉人的地区，啊，汉人的地区是干哪？安尼啦，尔。但这条，但是这个图吼、哦，买手汉人就较深较深，深入来啊，吼、哦，深较阔呀，啊，深到这个卡马拉，这个土地吼、哦，啊，该占起来，这个土地是五沙，在1810年，就是经过1810到1683哦，经过百几年了后吼、哦。伊有计划去开发宜兰，即计划开发宜兰吼，所以即卖咱即地名吼有一个头城，头一个城，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到到10几级，甲听伊讲到到16级，哦，即就是讲我即个集团的力量安尼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安尼落去，哦，即宜兰，啊开发土地了后。一些名册做地理吼、哦，土地分卦吼，讲、哦、这个是姓张的，这个是姓陈的。啊，安尼好，正得送去吼晚清的这个巡抚，福建的巡抚。啊，巡抚哦，讲拜托，把这个土地收做晚清的国土。安尼退安尼拍拼安尼吼。完全爱考虑两年，到啊1812年，他讲安尼好啦，国不离三乡，甲你答应，这个土地哦，这个卡马兰哦，收做完全的国土，你看卖，好接纳的政府啦。所以哦，你爱知啊，到尾手哦，引起美国政府讲啊，台湾迄个无主的土地哦，咱用个钱来甲买，哦，美国嘛要讲要买。台湾要提钱来买，因为美国的国土吼、哦，往个买机会真大，伊有几哪个是真大的买吼、哦。头一个就是路易斯安那 purchase， 路易斯安那州的采购，迄是去甲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买一大片的土地，哦，差不多即马差不多3-4个州安尼遐大，啊，一个是。Alaska purchase 去用个720万美金去买阿拉斯加州，迄嘛是哦，迄买迄块土地哦，嘛怪怪。苏联哦，苏俄哦，买把个这阿拉斯加州，迄、那个冰天雪地的所在卖予美国，啊，美国无瘾呢。美国所有的物件拢爱经过国会统计啦，啊，所以讲美国讲坏，但是伊都吼。开20万美金去
提红包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，啊，美国国会议员投票通过，把阿拉斯加州720万买了，啊，所以这个20万，那就加20万，就是这个包红包的钱啦，所以其实是700万啦，哈，啊，720万，哎，把这个阿拉斯加州买来，哦，啊，人迄是买一个哦，我真会好咧，啊，这台湾哦，完全哦，无买伫这土地啦。这个图就是一个证明，东西卖，哦，一个有咱即马在讲哦，咱台湾人有一种习惯，捡骨，啊，捡骨到底丢啊唔丢？敢那丢嘞，佮敢那唔丢嘞？哦，捡骨就是，我厝的嘛是在捡骨，我捡骨就讲安那都捡骨，伊讲哎，这是传统，就是捡骨是要。把骨头捡起来，要提起泉州啦，吼，吼，迄个就是本来为中国来的所在，安尼去带啦。因为啊，我嘛信敢那真的吼，啊，买酒看到历史了，才知影讲啊，这去用现大鱼，哦，安怎去用现大鱼？满清入主台湾了后。这个台湾的这个郑成功甲郑经伊个囝大汉囝郑经，台南，叫做周阿妹，吼、哦，田寮，这个所在，即马大概是烟空这个所在，台迄个所在，啊，这两支骨头敢会使互你带食？这带食真费气嘞。稍等下会变做反清的一个咱的一个凭据，所以就用个真水的名词讲，我甲你捡骨起来，甲你摕去中国台，这是尽孝道。啊，同时呢，有100多门明朝的迄个大神的墓吼，啊，拢甲你乌乌骨的，啊，甲你骨头凊彩欣赏啊。你叫做捡骨的，啊！台湾人看到，嗯，咱来即块大块，大家头花拢在挖这个坟墓哦。伊讲，若过7年，若过8年哦，你爱捡骨的，安尼才有尽孝啊！哎呀，这是尽孝的孝啊，尽孝。所以咱爱怎样讲，入土为安，咱啊祖先做。有骨头，有无坑的阿多好啊！我看真多阿多啊，也无在日本、在台湾，哦，无一个人在捡骨，全世界无一个捡骨。啊，这是去用筛龙鱼，你爱啥？咱这挑工甲你筛龙鱼，哦。这个郑成功死在台湾，来台湾进交，哦，定了，哦。啊，红门天地会，红门后来红门天地会吼，吼、哦，这个嘛是咱的误解，就讲这是红门青帮是外省帮挂，唔对，是为台湾发展出去的，咱会较详细来解说，吼、哦，这个。提起中国台，中国台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电视王、电视的家属的人要去给处理吼、哦，嘛不爱去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，这其实伊的意思就是破坏风水啦，哦，你即卖找好势好势土地吼、哦，啊，给你骨头给捡起来，其实是在破坏风水啦。你本来这个台的所在就是真好的所在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叫。在即阵的迄个二十一世纪，实在是无即个风水即个物件啦。但是咧头壳内底已经有灌即风水吼，即观念的时阵吼，这是甲你破坏哦。啊，所以用个捡骨哦，以便育民，即好，即甲你讲啦，甲你讲。伫台南永康有一个李王庙，都、就是即。
这是后人为书下为纪念，就台湾民族英雄的起的哦。这李鸿庙，满清占着台湾了后，绝对无，甲这个绝对爱甲郑成功所有的一切文物，甲你断上，歪好你留，啊，敢有法度互你起一间庙？所以台湾有一挂吼庙的名吼、哦、怪怪的。李鸿庙，安尼李鸿，吼、哦，什么大天父？哎，个天个会使大个，吼、哦，大天父，吼、哦，这都是要纪念郑成功，啊，袂使用个郑成功个名。一直到个日本人来个时阵，因为郑成功有日本的血统一半，因老母是田川氏，是日本人，所以日本吼、哦。都宣扬这个物件，所以到日本时代，郑成功佫过挖起来。啊，咱知影咱伫讲的这台湾话是为倒来的？咱讲这葫芦话，咱讲台湾话叫做葫芦话。啊，什么叫做葫芦？就是黄河落水这个所在，就是中间的迄个黄河吼，这个是。文化的发源地啊，这个所在黄河落水哦，这个所在哦，你讲的话叫做葫芦话，这是商朝的官话，商人讲的，咱夏商周，哦，啊商人讲的，啊夏朝哈、哦，外国历史专家讲，那是虚构的。那夏朝中央虚构啊，头前的国家皇帝三皇五帝都拢中白擦的，嘿，这样讲的白擦的，哦，中国有几年的历史？哎、欸，我小学的时候读拢是五千年的历史的，啊，但是到到有一日去故宫博物院看到一篇地图，这地图讲世界文字的关。文字的缘起，文字为倒来，都一年开始，上早伫埃及迄个所在是，伊讲吼3500BC 有发生产生文字，就是离即阵国家2000年落去5500多年前，伫即埃及的所在，人开始有文字出现。啊！在中国这个所在，当时呢，1300BC， 就是离即阵3300年前，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开始产生文化，开始有文字，这都是甲骨文。啊，那有文字的记载，那叫做历史。啊，那无文字的记录的时候哦，嘛是历史哦。叫做书简述，不算小的啦。哦，啊，那要了该迄个三皇五帝吼、哦，讲这个皇帝发明指南车啊，即落碰碰代志。那要讲吼，安尼好，我讲吼、哦，咱台湾吼、哦、8000年前都有一个九官，哦、啊，咱都有8000年的历史，对吧？凭中国较久啊，对吧？这讲袂通嘛。这就是有历史记录，才叫做你有文字写起来才有算数。啊，还有一个数字，讲给大家听。咱头一本的历史书上下，孔子写的。孔子降生西元前556BC， 就是离即马2600年前，一生出来就用写字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就2600年前开始。要有历史嘛？啊，伊推算以前的人过300年，还是3000年的历史。啊，所以若讲中国有5000年历史，你就知影讲啊，你头壳哦中大哦，啊，咱就头壳爱甲即个甲洗好清气，咱卖中毒。哦、啊，诶，小蛋嘞，即、這个文字吼、哦，咱即个台湾话安奈用个葫芦话。因为商周战争商人书
商人是发明文字的汉字的这个民族，商人输了就南迁，迁到这阵的多位哦，迁到这阵的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海南岛、广西哦，广东、广西哈、哦、海南岛，这七个所在哦。这挂人哦，商人呢来到这个所在哦，因为战争书甲旧战争书啊，迁来长江以南，那都迁来长江以南，因为当时那看长江就是海外，那个是海外啊，长江以南啊都他们遐都定居啊，落去定居的时候，商人真骄傲，伊无要学当地的话，当地的人爱学伊的话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国民党在舟山群岛撤退，我都也说葫芦话、哦、啊，这个在海南岛或者很多地方都说葫芦话、哦、啊，葫芦话又分成几十支啦、哦哦、因为古来、哦、有漳州音，有泉州音、哦、有厦门音、哦、厦门、啊、不张不全啦、啊、有一些漳州、啊、有一些厦门的哈，啊有台湾，所以咱台湾话的由来是汉民族的先祖的话，话语。恁咱大家为着这个咱家己的话，爱感觉真骄傲。有人讲，这台湾话有话无字，那是你唔捌字，唔是你无字啦。哦，康熙字典内底有五万字。拢甲你解决啦，因为康熙字典的注音，吼、哦，要注音，就是用过一个葫芦话落去注音的，哦，啊，咱譬如说，或者红啪啪，啪啪会安怎写？哦，青顺顺，哦，啊，要安怎写？敢那有话无字哦？哦，我捌一个文字专家，伊拢会晓写，哦，逐字拢有字。哦，免去做字的哦，咱有一个嘛是真爱台湾的人，叫做杨清楚，啊，这个、人我也办，我伊都创作一挂字，哎、啊，你空虚字典都有迄个字，你家己袂用，啊，你还再去创作字出来，无通啦，吼、哦，这是你讲这个台湾的咱用的文字，咱是极值得骄傲，吼、哦，所以咱。形成咱台湾人是一个台湾民族，咱个汉民族无同款，甲中国民族也无同款。哎、欸，这话安怎讲？咱有一个伫马街边义，林玛丽，哦，这个人我也捌，哦，这個、林玛丽哈，伊、哦、写一本书，写讲咱留着无同款的血裔，哦，我们留着不同的血裔。伊是认为咱台湾人85%的血是拼搏作的，哎、欸，这点安尼讲对啊？唔对？我用个历史做见证，哦，历史来做见证，哦。咱有一句话讲，有登山讲就无登山嘛，这大家都知影，就是已经有一半了，哦。啊，佫刷落去，这个晚清的时阵，哦。占着台湾吼、哦，这个占台湾的时候，袂使娶某囝来。来台湾的迄个军官、士兵、办事员，三年一任。哦，啊，虽然一寡老流行一寡古早话在讲，三年官，两年满，就是讲做三年的官，两年落地啊，就地啊。满满满，哦，不是讲两年就好等呀，吼，是落地啊地满，哦，哦，啊，为什么查某袂使来？因为查某人囥喺中国做人质，哦，空虚的时候哦，伊占着台湾，伊惊这个派来迄、那个，因为满洲人哦，你也知满洲人的人口。占着汉民族无到1%啦，无1%的
温州人留一个头鬃马骝来管汉民族，甲汉民族奴隶268年，奇怪嘞！这汉民族是奴隶民族嘞，哦，安奈去用奴隶，哦，这理由真多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汉民族，所以一无一康熙就规定不使娶查某去，不使娶家属去。啊，不是家属去，就等下把这个你的家属放在中国的时候，你若等下台湾那个做饭，我都给你抬，哦，这就是这个规定了哈，哦，啊，所以当时哈，娶一个某，看养三仙天公作，你若用娶一个某哦，欸，不得了嘞，看养去拜三仙天公作。这个满清来占台湾吼，有平海五策，哦，平海五策就是讲，其实郑成功因是一撮人啦尔，但是有差不多将近40年哦，这无法度满清无法度他克服伊哦，所以伊就将沿海30华里，一华里576公尺。差不多2华里就是现在1公里了，所以30华里就是15公里了，哦，沿海15公里的人，哦，都给他刷走，欸，有这个接派的命令，啊，刷走的时候，哦，厝啊，这个铁啊，这个树啊，草啊，哦哦哦，啊，所有的尊驾全部烧毁，寸板不许下海。所以我看历史书来台湾哦，诶，郑成功的船哦，啊，无停了半代，经过乌水沟也无停了半代，啊，荷兰人的船嘛无停了半代，啊，那咱移民的船哦，有讲一句话，讲10起6死3老1回头，10个经过乌水沟，6个死的乌水沟，哦，啊，3个来个台湾就是4个人。啊，4个人，佮3个留喺台湾，啊，一个讲啊，台湾嘛无啥好大，我爱佮转去，啊，所以10起6死3老1回头，哦，即个就是，欸，那就是安尼，迄船哦，真细台船，我调翻去调查乌水沟的水流的速度啦，哦，差不多有30英里。上紧的时候，30英里的速度，由南就向北流。因为那有这个乌水沟，就是因为在台湾海峡的时候，突然这个土地吼无深，啊，所以水量是还阁是遐大尾过去的时候，就变作一个水沟底，就叫做乌水沟。啊，啊，这30英里的这个速度的海水吼。那普通的大台船哦，一点仔船门都没有。啊，你那小台船哦，像讲去撇潭过迄个步道，啊，那去到遐都稳定的，哦，安尼哦，所以这个就寸板取下海。啊，这个平海五策来对吼，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吼，买手做汉奸也好，做台奸也好。啊，这个汉江的一个好例，就是好，我个什么物件拢甲你出卖去，互你温州人。啊，你都要花一个三省总督的大官，啊，我都欢喜个，较紧的甲财产拢拨互你。啊，温州人有欢喜无？头前欢喜啊，等一下，欸，无作用啊咧，你也无个财产能花啊咧，专做一工17口，再一口吼。过17年了，在一口人哦，郑成功的老爸哦，向太师，伊的阿叔向太师，伊的这个兄弟啊，带因老爸去北京，通通做一工死翘翘。理由什么？找一个哦，配他的理由，因家的请去给过一个物件哦，啊，无什么大理由啊，做一困在咧太太。
这就是做汉奸、做代奸的下场。你也知影，你到到一个时间，你都无迄个利用价值，就给你杀死。迄个国共内战的时阵哦，共产党的军队、国民党的军队有200万人投降给共产党，啊，共产党安怎处理？就简单，提起汉奸做炮灰，通过人海战术对火海战术，天下有遐腿的人，我阁讲啊，变变叫人海对火海。你要安怎对抗火海？你一个，但是一个，嘿，拢总170万人哦，拢总去用台台死，但是一个运气好的，有12000名，过来这边，来美军这边，美军这边讲，恁这拢中国人，把你送去台湾，送来台湾，蒋介石敢有相信伊过去的军官？没有嘛，你导航给的人哦，先去恰字，杀出拔毛，这大家拢知啊，对不？这就是做代奸、做汉奸的下场啦，拢是安尼啦，吼。卖讲今日笑出来，当上做副总统，到尾要手的时阵哦，同款这款代志发生，哦。一个陈成功的迄个坟墓哦。迄阵大家拢相信这个地理啦，吼，佮乌起，这个台湾去导航满清的兵马，就是咱有四万名第四王朝的军的兵啊，拢佮你杀去倒位啦，杀去中国，叫做垦荒。其实我知影一部分。常用的，把你送去黑龙江以北，雅克萨战役，都是拿这个热带的兵去寒带去作战，还是要出什么意思？让恁温死的嘛，借刀杀人啦，这就是，还有咱台湾兵嘛去。新疆那边哦，去作战哦，因为满清的时候哦，国土被拍去一边，叫台湾兵来，我恁开用哦，就做前锋，和恁试试的。即卖讲这个满人入关啦吼，满洲人是什么款人？伊在生活在长城以北，1599年，方卓蒙古文创作满洲文，这个长城吼是中国的万年国界，就是国界。因那做人讲，有人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你就该讲。长城以北吼，咪是中国的长城嘛？你都去一长城，都是迄以北个拢匈奴嘛？即、這个，所以即长城吼起起来了吼，隔绝了即个人的交通、文化的交流，所以汉字较优秀的汉字。无法度传去满洲，无法度传去蒙古，所以满洲人伫1599年学蒙古文，吼、哦，甲西藏文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西藏文，吼、哦，来建立因的满文啦、啊，所以满洲文是一个真新的文字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刚才有45年，在1644年，王国无够30万的军队，就甲中国征服啊！全轻易统治汉民族268年，这拢是事实。
这汉民族是一个奴隶性戴金当，啊，伊安怎统治？伊安怎统治？真简单，互你做官，啊，互你做官有两种，有一种就是讲现有的官，啊，另外一种吼就是开放科举制度，哦，互即个读书人吼头壳烧歹去。敢那会晓控制的迄挂人吼，哎，有通考试，我都会用做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啊，我都升官发财，哦，这就是这个满洲人知影即挂物件，啊，用我即个物件来统治，啊，以汉治汉，用我汉人来统治汉人，所以你电视顶头定来会用看到一挂这个电视在讲。清朝的官员吼，啊，拢退啊官吼，哎，官退原因是，因家的迄个白痴吼，拢会使来中国做官长啊，我这就是这理由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这是关系人的心理的问题，哦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啊，这个斯德哥尔摩。这是水电的首都，就是颁发诺贝尔奖金的一个所在。哦，啊，当下有一种病，症候群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当下有出现这个病，就是在这个大概1970年左右啦，吼，哦，有一个强盗吼，有几个强盗走进去银行内底，去抢劫。啊，抢劫了，外口警察都包来，所以甲警察吼，对抗五六天。对抗五六天的时阵吼，尾手一个强盗去用抓去，啊抓去，即马发现审判的时阵，发现审判的时阵，啊唔如哇，这强盗歹哦吼，来甲阮抢劫，啊那会知影讲内底有一个小姐吼，非但吼。无讲强盗歹，佮讲强盗真好，哦，对我好，啊，佮甲一个强盗订婚，啊，有这个代志，啊，西方的迄个心理专家无法度通解说，这到底犯了什么病？哪会安尼？所以叫做这个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症候群症了哈。这就是一个现代奴隶，啊，这个病在台湾嘛发生。您知影什么的无？我常常在讲的，台湾有三只熊啦，有母熊啊，对啊，一只啊，啊，一个无尾熊啦，啊，佫一个吼神经无正常啦。有无像因阿伯，叫国民党台死，哦，为南港桥一个塌落去，塌在南港桥下，因阿婶去找着尸体，南巴去用挂起来，塌在嘴的。啊，有无像拜国民党拜干那神的，这都是得了这个病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哦，这你无法度通解说的。啊，那对你的仇人仇将恩报，人是恩将仇报的代志是较侪啦吼，啊，但是仇将恩报，啊，这就是，啊，这个小姐是啥人？这个小姐发生在美国，迄嘛得着斯德哥尔摩症，伊是吼，美国一个真出名的赫斯特报系。什么叫报系？就是讲，伊出版的报纸不是一份报纸，是五分、十分、十五分哦。啊，全美国在发行的一个大报社的孙女，就是这个嘛，这个小姐。伊19岁的时候哦，去旧金山，强盗入去，给抢劫，啊，抢劫人给抓去。哦，啊，这阿公讲，
啊，看对方要提啥啦？伊讲要提美金100万，好啦，啊无100万丢出来，好哩，啊100万摕去，但是伊个孙女都无转来咧，啊，再个谈判，啊谈判咧讲400万，伊讲400万来嘛好，哦，钱好哩，啊但是爱什么什么什么条件，我会保证阮孙会转来，结果不转来。啊，全安尼在外口，过几半年了后，讲在即个旧金山吼，也是银行有一个抢案，啊，迄阵已经有录影机啊咧，啊，录影机录起来，哇，啊，即个敢是你的孙女，即个都去做强盗啊咧，即个小姐去做强盗啊，啊，哪会安尼，即个大概强盗共派去啊咧，啊，即嘛是斯德哥尔摩症。这就是当时的《泰晤士杂志》哦，啊，你看这小姐有够少年无？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买酒，这当然叫美国警察抓去啊，哈，啊，过十几年，过十几年，大概放出来，哦，啊，即款讲这个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咱。台湾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胜国、战败国嘛吼，咱去受到美军轰炸嘛，啊，中国是战胜国啊，战败国，中国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对了，伊跟日本作战哦，也毋捌赢过，但是用个战胜国的姿势来管台湾嘞，就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哦，又。知影讲，为什么这打败仗的战胜国来占着台湾了后，哦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伊较落后，咱若去予较先进的国家来、民族来管的时阵哦，真侪代志拢解决得无形啦。啊，若予较落后的时阵哦，人来管哦，啊，代志侪啊。我做细汉的时阵，捌拄着中国人。诶，讲台湾有自来水呢，为壁下乌一坑，啊，都有水就造出来，所以去买一个水龙头吼，啊，为壁下都乌一坑，诶，安尼无水，人推呀，无多啦，推，无水讲哪会水？搁说了，蒋介石做诶黄金谎言呐、啊。这个黄金谎言，伊讲黄金运来台湾，咱用过一个合理的思考来个想。1949年，中国规个沉去，沉落去，沉去共产党遐。啊，蒋介石为上海偷运咯，伊毋是正式运咯，偷运咯，黄金出国。啊，敢会使台湾？迄阵台湾嘛危险啊！伊爱藏喺倒位，伊爱藏喺另外一个较安全的所在吧，无可能藏喺台湾啦。以后我拄到一个我的朋友，去黑小岛吼，几十年诶，伊讲伊踮咧遐吼，拄到一个中国兵啊，海军，就是即代军舰，即代军舰的舰长李宇喜。买手做海军总司令吼，啊，甲黄金船讲先为上海运出来，走去倒位，走去马尼拉，啊休困，啊，再个走来台湾，啊，马尼拉休困从啥？唔知呀，咱往个卡达乌想，就是甲迄个999的黄金，较紧的来搬出去，啊，有黄金来台湾无？嘛，确实有。买酒，我听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阿扁啊主政的时阵吼，啊有人入去新店的金库去甲看，讲哦有一寡吼金盾、金杯，吼、哦，不要我金嘛做的，啊盾牌吼，还是盘吼个金嘛做的吼，但是你知影即款即种金嘛吼，毋是999，拢掺有杂质，啊要。大量买吼，即
卖卖卖，啊，全都给塞来台湾，有，塞一挂来，一挂，哦，所以这黄金哦，是咧为台湾甲咱抢去，较有影。咱台湾过去的生活的水准，凭中国人管骨啊白，但是一来台湾四万换一块，甲恁祖先的钱拢来换了了，互咱台湾人送啊无话通穿，是吼、哦。日本时代就无讲迄个无话通穿的代志，哦，啊，到个国民党来的时阵哦，无话通穿的一大堆，就是钱互抢了了，互台湾退步，哦，啊，汉人的母语葫芦话，哦，伊对台湾的语文的伤害，哦，啊，丑化台湾人。伊一定爱丑化你台湾人，讲你台湾人无够水准，其实中国人都无水准，哦，即、這个真侪代志啦，互蒋介石互台湾退步，哦，啊，咱即马讲，咱即马即马伫改名，什么中正路、中山路，即甲咱有啥物关系？啊，搁摕中国的省吼、哦，中国的都市做路名，即嘛唔对。哦，有一日咱执政了后，即款物件拢爱恢复正常。哦，啊，不都神经无正常。即、这个汉民族乃去用弱化，哦，是有几个原因。贵的原因，爱个这原因，儒家，儒家干派，儒家不是派学问，儒家是十大家中间的一种理论，应该是算袂歹，但是吼、哦、统治者来运用变歹去，哦，统治者在运用伊什么？统治者用儒家讲什么？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君君臣臣就是讲做皇帝就是做皇帝，做神的就是做神，吼、哦，永远这个关系袂变，袂输做老爸甲做囝的关系，安对无？就一百分啦。但是你有几个老爸一个，啊，你有几个君？哦，有九十岁君，嘛有八十岁君，嘛有三岁君，这唔对啊。那君君臣臣等于父父子子，不等于老爸一个那尔，哦，啊，君你过来的，我看这个欧洲的历史，人写讲这个东罗马帝国啊，这个西罗马帝国较早灭亡，东罗马帝国有两千年一个朝代啦，一个朝代有两千年的历史，啊，那中国那。在什么25个无几百年都换一个，无几百年，那2600年的历史，啊，都2025都是一百年换一个家族来做皇帝。啊，那欧洲那啊，欧洲规定非成年人袂使做国王，袂使做皇帝。啊，所以因为每一个皇帝起来拢有能力，毋是叫一个三岁富裕起来做皇帝，啊，一声都去用推翻啦，哦。这个儒家甲统治者的关系，就是这个统治者利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甲咱教育做，你若要尽忠，都爱用个儒学，啊，佫刷咯。以儒学加上科举制度，科举制度是啥？你要升官发财吼，有一条路，就是去参加迄个考试，进京搞赶考啊。这个观念在咱的思想内底拢真清楚，进京赶考，啊去考试考啥物？过去一千年来，为隋朝开始到这个。科举制度一千年来拢总有10万人得到功名利禄，
十万人上巧的十万人，伊要考试，干那考什么题目呢？四书五经，什么你什么学问拢免滴，干那会用控制的四书五经啊，按多好啊，一本书，啊你若考你就调，啊你若考不考你就讲下来，啊所以规个中国人的头壳哦，拢拍死干。荷兰人1624年来到台湾，中国人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也不知道经度纬度，所以我上期在讲这个台湾人的台湾这个名，英语一个 Formosa 一个名，就是到我这阵嘛 Formosa。哦，1517年500年啦，这边挖500年前，伊叫台湾叫 Formosa， 但是啊。汉人甲台湾叫做三四十个名，叫个乱七八糟，嘛也唔知啊，因为安怎咧唔捌，海岛袂晓画，经纬度拢唔捌，头壳空鼓哩，哦，所以伊这个通底价，哦个儒学加上科举制度，啊等于什么么挖哥，就是等于奴隶。所以那阵啊讲台湾甲中国统一后，同款即个代志拢会发生。哦，这个但是伫欧洲，德国因为过去的迄个希特勒的教育嘛是真绝对。啊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德国人来觉醒，因为有一个纽伦堡大审，纽伦堡大审，这个审判啊，原来。每一个代志吼，拢报纸拢爱顶出来。这人好人歹人做什么好代志歹代志啊？判决是啥物物件吼？一件一件提出来吼，教育啊，教育几啊年了后，人德国人清醒个，伊不相信希特勒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纽伦堡大审。所以讲台湾吼、哦，爱一个吼、哦。这公尤其公务员哦，咱要重新筛选哦，重新哦，伊个这些头壳哦，拢是拢放粪扫啦哦，一个粪扫。但是咱台湾人的民族英雄啥人有无？一堆啊，无甲你讲来尔啦吼、哦。咱的民族英雄计划一，伫荷兰时代。他去反荷兰人，哦，提刀啊去反荷兰的情，哦，啊，死高清的人就计划伊。朱一贵，这就是阿武王反清。林双文，哦，林双文这个案件较大，三年对抗清兵，第一次清兵这个输，清兵输，第二次过这个过输，第三次。乾隆皇帝叫全中国上精英各省派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啊安尼，最起来台湾，哦，啊都派呀，哦，啊这其实这是林松文，啊刷了地条村，啊日本时代，咱有甘大西，北部淡水的甘大西，哦，中部瓜地号。哦，啊，南部林小鸟，啊、哦，一大堆人，啊，嘛有客家民族的英雄，吴汤兴、徐湘甲江少祖，这是伫新竹苗栗一带，哦，啊，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，咱有西南人革命事件，西南人革命事件，佫叫做达巴尼事件，就是即卖的迄、那个发生的即卖的玉子。啊，玉井的迄个所在吼，这个革命事件，要就失败了吼、哦，因为咱即个失败拢是无外国的帮战，无法度通拍。像我今仔日的利比亚同款，外国干咧第一帮战伊吼，要革命迄个哥达菲吼，嘛无遐简单吼、哦，所以
英国甲美国吼、哦，美国独立的战争，就是因为美国拜托法国出兵，啊，法国出兵，所以英国无过一处派兵、二处派兵、三处派兵，我绝对甲英美国消灭一场。哦，啊，咱需要外国的帮战，这绝对需要的。啊，若无外国的帮战，未输林爽文到马秀全第三次都翘起啊。再来暗事件的时阵哦，边日本有行法律，法院判决一千个人死刑。啊，日本是民主的社会咧，日本的迄个国会议员讲，后迄个代志，一个反抗事件判一千个人死刑，都去抗议。去抗议啊！台湾这边总督府这边全讲好改，哦，改什么呢？改，敢若李庆安改无罪，哦，拢会使。啊，都改做一下，把这个西南的事件吼，已经从一平300个人，啊，都死都已经死去啊，出的人吼、哦、并不几多人，啊，也够差不多700个人。这是咱台湾那边种应用哦，啊，这个西南岸事件吼，咱有余清风哦，余清风这是第因发生的第多位哩啦，发生的第这个屏东吼、哦，屏东罗俊江丁哦，啊，一个武侠事件，咱真是莫那鲁道，这是咱的原住民哦，莫那鲁道。抗日啊！日本人哦，用个飞机，用个大炮啊，飞机放迄个毒气弹，把你牵落去，唔惊你死。哦，啊，一个较近代即蒋渭水，哦，啊，好兄弟啊，什么叫好兄弟嘛？爱解说。咱台湾七月半拜好兄弟。啊，这个拜好兄弟是什么人？是好兄弟，好兄弟吼、哦，就是讲无主冤魂呐、啊，哦，啊，无主的冤魂，安内四界拢有咧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随你讲，都是所在，拢哦起一间啊庙安镇馆啊，哦，叫做大鹏宫、幽燕宫，哦，八仙爷，哦，啊，这块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讲吼、哦，有一堆死人。在路边，啊，这个当地的住民哦，都爱去给挖一窟啊，大大窟，把这块尸体给藏落去，给抬，啊，抬边啊，来起一间小间啊庙，你若去死一个人，咱就给你创一个庙，无嘛，哦，啊、死一堆人，啊，台湾过去400年受了外来的统治。所以咱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哦，拢有这款的情形发生，有这款的情形吼、哦，这个国队啊，所以变哪叫，这个名变哪叫，叫做八姓牙，就是八姓，就是唔知影姓啥，有这个姓、那个姓哦，八姓牙啊，大梦公、大波、大梦、大木。大王公、幽燕公，哦，你那有求必应，哦，这挂就是咱台湾人的民族英雄，但是无名。啊，即马阁讲者，阁倒转来，啊，那做台干，徛喺台干的立场，甲台湾人小台，去予台湾人台死，这挂叫做啥物？啊，还对。清朝的时候叫他移民啦、啊，怎叫移民？你对我们满清来的出力，啊去用台死，我甲你起一间庙，叫做移民庙。那死较侪人去移民庙的，移民庙就造出来，哦。所以，但是移民哦，不是干那客家人有啦，漳州人。泉州人、原住民嘛拢有啦，晚清的时阵哦，拢有去，
只是去的所在吼，啊，香火无旺，啊，即摆香火较旺的，就是客家宗头吼，伊还阁想讲，诶、欸，这是民族英雄，其实是不义之民呐、啊。所以台湾人，他都在讲台湾民族，吼、哦，会形成第一，咱个并不足大量的混血，吼、哦，当时带一个某，看下三先天工作啊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台湾民族的形成就是安尼，渐渐甲汉民族已经脱钩啊，哦，也佫有即、這个。我有写一篇文章哦，写讲台湾人世界上巧，敢有影咱台湾人世界上巧？哦，我是依据即个2005年美国的迄、那个专利事务所发表的专利哦，全美国拢总有80000件专利发明，美国头一名。有80000件，第二名日本16000件，第三名德国9000件，第四名台湾6000件。啊，不然咱台湾排第四名嘞吼。哦，啊，但是我若用个人口落去算，每100万人，吼、哦，咱有276件，啊，美国有300件。加咱差不多10%，哦，啊，日本在咱后边，啊，德国在咱后边，哦，啊，那阵啊讲拢，迄个咱的这发明，咱是讲英语的民族的时候，早早这10%都越过去，所以咱台湾民族世界上巧，哦，这王国最近嘛真侪发明，嘛是拢台湾囡仔去。啊，那政府干涉的吼，啊就拢无啊，哦，啊那咱台湾人家己创的吼，绝对是世界上巧。啊，那是咱世界上巧，就是因为咱大量哦，这个血统血统哦混合。咱有一句话讲哦，鹿港死一半了，石头烧几庄，就是、意思是啥？鹿港姓施的有一半，哦，啊，石头吼，姓肖的吼，规庄头拢大家拢姓肖了，啊，这是台湾的一个特色，吼，规庄头拢姓陈，规庄头拢姓林，吼，啊，什么原因？这拢是平埔族，哦，啊，不不，叫要姓什么？我唔知姓什么，啊，你姓啥？啊，你姓林，我唔要姓林。啊，所以带几庄头拢姓港姓，吼，啊，石头都小几庄，啊，鹿港死一半，啊，对，鹿港姓死也有一半，啊，所以这个台湾民族就是安尼渐渐形成，啊，啊，啊，这台湾的主管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来个遮，这民政府做这个一研讨会，吼，上主要就是讲咱台湾的主管。是爱安怎看？为旧金山合约大概看哦，唔好去用骗伊讲，伊啰叫做什么？开罗宣言呐啊，迄种我别讲诶哦。有开罗宣言，宣言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你讲你诶话，我讲我诶话，它叫做宣言嘛。哦，啊那咱两个订合约，即间厝买互你，也买互我，啊有合约，就叫做 contract 啊，即叫做条约嘛。啊，宣言是讲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嘛。说那我算数，啊，甲迄个无算数摕来压喺台湾人的头壳顶头，台湾人不是戆戆啊，是当时受到因迄个教育啊多，哦，即嘛即爱注意。1970年数理署的次奖案，1970年数理署次奖案，那个第一人称的。这个有来咱家讲地主宅，地主宅吴文荣啊提请，在纽约拍蒋介石，啊，但是这回
刺杀无成功，哦，这就是数理书哈，哦，啊，咱在咱的身躯吼，有迄个烙印，有和受到这个不良的教育的下面的烙印哈，哦，啊，这个咱的文字爱回复，台语爱回复，哦，啊，同时咱都有一个比较。荷兰人来到台湾，看咱的平埔族西拉雅族无文字，所以替西拉雅人做一个文字，哦，这叫做新港文书啦，哦，哦，啊，这世界上聪明的台湾人啦，吼，哦，啊，讲到二二八之一。二二八来发生，就是落后的中国民族来管新进的台湾民族。伊安怎落后？咱台湾人吼，八字的吼，八字70%，中国人八字的3%，中国人拢唔八字，来个台湾拢唔八字。按八字的时阵哦，我第读新南校的时阵，啊，就一个同学姓。姓转呐，转播的转呐，我讲这个姓怪怪，汉姓嘛无这转，哦，韩国人有姓转呐，全斗焕呐哈，阿你那姓转，我讲恁老爸姓啥？伊家讲阮阿叔姓金啦，金就是金银财宝的金啦。我讲伊姓金，阿你那姓转，伊就讲啊，就迄个中国福州话讲啊。加两点跟减两点不是同款，他说不八字哦，啊，因那不八字，咱台湾人呢，在1945年以前，咱的八字的人呢45%，对不？那有70%的人八字，是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，规定台湾人去读国民学校，你若无读国民学校，袂使，一定爱留咧去读。读书是义务，嘛是义务，嘛是责任。啊，中国咧，你若要去读书，会使交钱来。所以说，因3%的人才有当去读。啊，咱是70%的人不字，这是文化差别。第二个差别，咱在日本统治的时候，所有的法定传染病。什么天花、疟疾、霍乱，什么拢无去啊？咱细汉的时候，我拢爱住牛斗，哦。啊，中国人呢？我头一遍看中国人，哎呀，那边那廖佩佩、马脸，那都是天花出给了。啊，中国人哦，把这挂天花、疟疾、霍乱哦，拢总炸来台湾。怎来个话危险的呢？因为偷渡，迄阵名叫做偷渡，迄阵就是过来吼，过来就是为多过来的，为这个布袋遐上我中国啊进来，所以布袋遐的人口哦，就少病的人特别多，啊，要就往个一条草所困起来，恁家的人袂使出去，嘛袂使进来。这是一个疾病。啊，咱台湾人的收入当时是亚洲第二高。啊，那中国人的收入哦，唔知亚洲第二低款，哦，唔知要安怎算啊？根本也无统计啦，哦。啊，咱看到迄个现象哦，有小可去扭曲着。咱去看到上海，哦，迄。上海闹热到要死，但是上海不是中国啊。上海伊叫做租界区，啊，你中国人讲租界，敢有影正经有影叫做租界？迄是人的土地啊，迄拢挂好人去啊嘞吼，拢别人的土地啊，哦，啊，上海拢是外国人，有法租界，有英租界，哦，毛日租界，还有共同租界，所以二二八的原因会发生就是。两个生活咧真无同款，也阁
对法律的认识，台湾人拢修法，中国人无甲一个修法。啊，安尼要斗阵，这就是利率基本上发生的因素。为无同款的民族、落后的民族来管优秀先进的台湾民族所产生的代志。过来，国民党、清党，我感觉我咧教台湾历史有教到这段台湾共产党的这段历史，会先了解一项代志。国民党，这个孙中山，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有听过的人？请举一手的，哦，对，这都不是只有我听到的。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啊，哪会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？因为苏俄在1917年列宁革命成功，过两年1919年全成立第三国际。第三国际是怎样？准备哦，全球拢来做共产党诶，拢来做共产主义，一定为共产主义好。哦，啊，都他们，他们莫斯科设立哦，孙逸仙大学，哦，专门训练中国人。哦，还有一挂大学专门训练各国的迄个学生。啊，各国的去哦，你敢会晓说日文？未晓咧，中国人去。伊就叫一个会晓苏联文的中国人做翻译。苏联教官讲，爱翻译就做中文。啊，那日本人也同款，叫一个会晓日本话。哦，啊，那德国人讲，叫一个会晓讲德文的。啊，安尼准备全球赤化。啊，在中国这个部分，伊甲孙中山行啊真密集。孙中山就讲，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啊！啊，这个也没有错啦，因为三民主义内容啊，共产主义也差不多多。安尼好，所以苏联哦答应，提两个师团的武器、服装、弹药、飞机、大炮，哦，给你中国，给你孙中山，给你孙中山。两个师团，哦，啊，你派一个人来做校长，孙中山边啊都无人咧，啊，未少想想去日本西北迄个叫做蒋介石吼，啊，派去，哦，啊，就派去，啊，学回来，就踮咧广东黄埔迄个所在设一个陆军官校，陆军官校就是安尼设的，摕苏联的钱，哦。啊，用个苏联的武器，哦，用个苏联的战术，所以民国17年北伐，哦，真顺利啦！你拄到你中国兵哦，拢作烂的，啊，就一声就拍到上海去啊，上海甲南京，都甲中国占一半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蒋介石会私心大起来，伊讲。我怕中国这简单，哎，我做一个什么黄埔军校校长，安尼无够，无给力。我要来做总统，我要来做皇帝。所以，但是要做总统，要做皇帝的前因哦，你这钱是为这个苏联摕来的钱，你摕共产党的钱，所以吼、哦，头一项代志爱做的，就是叫做清党。甲共产党太太死，甲文人当作仇人处理，这无人在讲哦。但是你注意听，这就确实中国内战的主要理由，就是甲文人当作仇人来处理。哦、啊，所以这是就得夺权啦。啊，西方来强起来，这理论嘛，都爱检讨一下。西方的理论，
就是第一五一七年，就是你就是五百年前，五百年前以前哦，差不多啊，西方跟东方哦，无什么区别的，哦，啊，但是五百年前，这个欧洲迄阵是宗教是拢种天主教，哦，啊，教皇的势力真大，啊，教皇要起一个圣彼得教堂哦，专发行赎罪券、赎罪券，讲你有罪哦，你的罪哦，哦爱用个钱来买，爱用个现钞哦，你怎新台币摕十万块来哦，我买印一张十万块的给你，你摕这张哦，你到个天国的时候，你就下面你十万块的罪，哦，啊这是赎罪券就大销的，哦，啊这有个人摕一百万出来啊就销。即个咱即摆伫烧金纸同款，你话烧金纸吼，你金文都会用，互你伫天顶的亲戚，干物啊？迄个咧骗啥？我讲迄叫做骗鬼。即、这个马丁路德，伊认为安尼唔对，所以写起来教皇九十五条的罪状，啊引起欧洲吼、哦、真大争论。教皇要派兵要来解，啊！伊有德国的迄、那个贵族个保护掉，无用掠去啊！所以即、這个演变了后，全人自由，用思想用发表，会使讲地球是圆的，地球圆的。啊，那地球圆的吼，啊，佮太阳为中心，咱射太阳在行。啊！你上帝要甲藏喺度，即当然嘛，教皇嘛，即看落叫做真无起毛咧。啊，但是即个可以推行落去，所以欧洲人思想自由，哦，思想自由的情形下，伊就各种发展都出来啊，有文艺复兴，有宗教改革，哦，啊，有即、这个。各种的工业革命，哦，你本来哦想讲，啊，这中国拢要个原地踏步，要个我多要用个枪，安尼那尼啊，啊，人西方世界已经用个炮啊，用个做，用个真先进武器，哦，啊，安尼东西就开始区别啦，东方世界的中国原地踏步，西方全直直进步去。哦，到个人发明原子弹造出来，啊，这西方的强盛，都是因为思想开阔。咱即卖迄个什么基特考试哦，要考高中诶吼、哦，一讲基特了，什么一讲多本哦，基本上哦，得犯一个错误，字袂使一本。你读你的，我读我的，爱读伊的，有几百种无同款的思想，伫个会用训练台湾人的头壳。你若弄种一本一个标准教科书，哪有迄个叫做标准教科书？就叫做奴化教科书啦。迄绝对无互你头壳会清楚啦。大家拢读同款的，袂使。我读的甲你读的无同款作者。啊！你安尼讲，我安尼讲，安尼好，吼、哦！安尼在这个社会在进步，啊！那弄一项的物件吼，保证这个社会袂进步，哦！啊！中国也阁是这款的态度，他台湾即马要行这条路，哦，要弄往个统一的，这个叫做思考，所以中国慢慢唔知天文地理，弄唔知啊。孔孟思想的遗毒，他都有稍微讲起哈。啊，汉民族的衰弱，就是因为有孔孟思想，哦，啊加上政治的迫害，哦，加这个独裁者，哦，一挂啊，自然无何你进步嘛。你戆戆做一个人就好啊，你想巧要怎样？哦，
这时间就够啊哈。好，最后讲一个红门天地会。咱知影这个天地会，红门天地会吼，敢那未输外省的帮国，其实是伫郑成功的时代，往过陈永华吼来写一套创立的方法。伊个因伊个规矩哦真多，我有一本书叫做《海队》，伊讲哦，专来摕一杯水出来吼、哦。我那厦门的人哦，我安尼摕安尼吼，你知影就知影意思。哦，啊，我那个摕食安尼，哦，啊，我那吼、哦，我甲你握手吼、哦，我甲你握手者吼、哦，我传递一个讯息给你。啊、你传递我后边的人哦，啊，哎，我跟你阿姐手吼，啊，你传递我后边的人，我到底，啊，你有一个信息，哈、哦、哈，啊，我一个信息哦，啊，你传递我后边的人，你讲，哦，啊，你阿姐的手哦，都在讲，咱是兄弟啊，不是兄弟，哦，啊，这款会用设计这款的人哦，真巧的人，叫做。陈永华，哦，啊，这个叫做三把半箱啦，吼、哦，无要紧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物件吼，爱过吼，你要啉茶吼、哦，你去迄、那个，咱迄阵毋是叫做，迄阵的地点啊，甲即阵的地点啊，意思无同款啦，地点就是讲聊天吃饭的所在吼，毋、哦、是即摆要。看查某的所在，安尼，一个地盘，啊一杯茶在遮，安尼是啥意思？内行的人都看有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爱安怎做，吼、哦，即卖解答，甲外口的这杯杯啊，摕一个来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讲牧羊阵，吼、哦，伊讲一支。第一个一个地窑啊，放喺搬的，另外一个在搬的外口，伊是要找你是不是红门的兄弟？啊，你都爱甲搬外口的地碗吼，摕一个诶搬来对，啊大概捧起来小请，啊念一首诗，念一首诗哦，牧羊城内是乾坤呐、啊，义气全凭一点红，今日。异乡来叩门，卖甲红英动外人。啊，你呐，我都讲一句话了出来。哎，这红门的兄弟，所以咱晚清的时阵吼，咱吼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，的理由就是在这。咱要找咱的朋友，真简单。啊，一个手，吼、哦。安尼摆一个地窑啊，地窑唔是即几种啦，还佫真侪种啦吼。啊，还佫即种，啊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茶。啊，你爱安怎创？这水叫做清水，啊，你甲清水泼起上，啊，添一杯红茶落去。安尼讲你才有了解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安尼想诶。这港派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红门天地会，因为郑成功因这边失败了后，一挂官兵四万的官兵哦，大家拢是红门天地会的人，拢个掠去中国，啊，转这个代志转散去中国去。马酒的影响是啥物？马酒影响到孙中山在檀香山设立。兴中会都是红门的分支机构之一，哦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嘛是找红门的兄弟，啊，但是，国共来，晚清政府不是阿土的咧，哦，伊都甲你想一个方法，甲你设一个青帮，挖晚清的帮叫做青帮，哦，青帮是啥物？伊用个怀孕是叫运河，啊，他们也得搬粮食、搬盐吼。要去一下做工课的人哦，一定爱就去青帮，哦，啊，所以甲红门对抗。
所以诶，让人家完全也得安尼哦。啊，今日我话时间已经够啊吼，啊，今日暂时讲到这，谢谢各位。今日，请坐。